皇上现在何处啊？皇上此时正在御花园跟驸马学琴。皇上，不是家后宫的贵人吗？殿下快请用吧，奴婢告退了。如果他真是去向他，现在找程程过去。 小谭，门外的那些看守好像全部都撤掉了。撤得好，锦心，我现在得赶快去找程程一趟。刚刚不是说去找曲大人吗？ 程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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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这个伤，是啊，我吊着一口气，苟延残喘，只为等到你。小三，你听我说。 他是曲香檀。 你其实早就知道，对不对？我先前只是猜测，我也是刚刚知道的。方才，我只是在为他疗伤。程程。 我一直以为，我们是注定的缘分。可这缘分的起因，少不了我和曲香檀之间的联系。可是现在，檀儿，我爱的就是你。至于他，我也还没有搞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。你给我些时间。 等我查清楚真相了，说不定我们就能回到原来的世界了。